见到了。老米，我老有米，阿姨比我还有钱呢。老米呢？有，那啥在老米？我家里，新的老多嘛新的老多嘛。阿姨比我还有钱。呀，这边都炒了新的。少年了，丢他了啥？偷那个，不然，妈妈偷的，对吧？哎，我这边偷的啊。哇，都今天要偷着呢，现在不？丢他哩？哎，没呀，丢他呢。毛衣那丢就没留了，啊。